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小白。今天晚上就来实况我们的，那么近田，我们就来一点轻松的冒险旅程吧。我们来做个那个一些告示牌，我们可以把那个传送门上面都打一些名字啊，这样看起来比较知道说，哎，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这样。那我要把这个放哪里啊？不如就放这里好了。看起来都差不多，我已经很久没有用过告示牌了，因为 我通常都是用图案比较快。对，我要放在这里，这个就是逮球 ，OK。然后这里就是我们的月球 ，OK。好，我们呢这一集就是好好的来去我们的世界里面乱挖一些有的没的、啊，挖的越多越好。好，我们来看看用我们的那个叫什么褐铁锄，你们还记得我们的褐铁锄吗？褐铁锄好像是用黑曜石做的，对不对？哦，对，黑曜石也剩两个，这有办法做一只褐铁锄出来吗？这什么加黑曜石，这个可以干嘛、啊？这个是这应该是法器类的东西吧？黑曜石锭可以拿来做黑曜石剑，黑曜石头颅赋予抗火效果，好像有点厉害，但是不知道干嘛。黑曜石护肩，黑龙之秘术护甲，这是黑曜石护肩龙鳞哦。哦，秘术的东西，对，可是我觉得那个护肩好像有点酷哎，我可以把护肩戴在我的肩膀上吗？好像应该是可以，对不对？有了，两个黑曜石、石英砖跟我们的钻石就可以了。好，放这边，这边，然后再这样，有了，我们就用褐嘴锄，然后我们顺便把褐嘴锄做一个附魔吧。OK， 回来了，那么我们就来去轻松的挖点矿吧。食物呢？食物有没有带？可恶，太棒了。OK， 然后食物跟火把都准备好了，我们就出发吧。我们回到地球，然后做一个附魔。不对，我现在等级才8哎。啊，算了，附魔的梦永远都不是属于我的。好，我要飞了。我们来去看看地底下还有哪一边感觉矿比较好挖的。回到现实挖有一个好处啦，就是我找得到。铀矿，对，我找得到铀矿，其他的像其他的地方你要找到铀矿不太可能，对，真的。 OK， 而且我还穿这么的很像外星人，我真的觉得我越穿越像外星人，这完全就是动物已经啊，是谁啊，天哪，怎么会穿这样，对不对？我现在穿这样子，你有没有感觉到有点不一样，好像不是来自麦块的人，对不对？动物表示 What， 这个人怎么穿这样，我快吓死了，看到亮光欸。哦，水里面居然也有这种地方，这是本书是写什么？看一下啊，不要，我不要在水，我不要在大海里念书，然后那本书感觉不是什么可以附魔的东西，讨厌。Let's go， 这是什么啊？哦，又是一个遗迹耶，它这边有个遗迹，我看一下上面有什么东西啊？嘿 ，Hello， 上面有给宝物吗？不然的话直接3×3的直接打掉哦。好像也没留什么特别东西，对不对？这个这么大，然后一点宝藏都没有，天哪！你这房子真的是，这是违建哎，大违建！继续找洞窟砖吧。这个石油是怎样啊？这石油也太澎湃了吧！这是免费大量的石油，这好多哦，这一大块，为什么给这么多啊？究竟？OK， 那我们就继续往这边飞好了，因为我想找一个看起来可以下到深处的洞穴，不然的话我们就用褐嘴锄直接往下挖好了。这是精华石，哎，有了啦！哦，嗨，你们两个正常的，哎，好久不见哎，你们知道那个我在外太空上啊，看到你们两个的变种，还有一只大魔王，真想让你们看看，但是你们没有办法有氧气罩，而且一上去你们就GG了，可能走开，这宝剑挥得好远哦。哦，这什么啊？不是啊，怎么又是苦力怕？这地方怎么那么多受欢迎的东西 ？What？ 来啊，快点，也是很可恶嘛。你们会不会觉得苦力怕有时候嘴巴下面那边很像，感觉像在流口水，对不对？就是有一个很像像柱的地方，我都觉得他看起来像在流口水。哦吼，亚美！哦，你看他过不来，你看啊，在继续玩水啊你啊不是爆啊啊不怎么会爆？我要过去一点，我看一下这边是有什么苦力怕生怪钻这种东西，不然怎么那么容易生？对这里的矿，哎呦呀，你干嘛、啊？干嘛 啊？你的射箭技术依旧是烂哎、欸，其实还蛮准的啦，真的。树谁？哎、欸，这里矿好多、哦，你们看到处都是。然后里面为什么会有啊？巫婆，嗨！而且我都还没有拿到过任何什么射击的
道具，我很想拿一些射击的道具。远距离问魔法多好，那种弓箭也是不差、啊。还想喝水啊你哈？还想喝水、啊？别喝了，喝再多你还不是一样水肿而已哈。大挖特挖了，这里都全部挖走，铜啊、铁啊什么的都，哦呦，都要把它大量挖走。因为我在想，我们这些材料拿去做一做，可不可以先勉强生出一台比较简单一点的那个储存容量用的电脑、哦？我不晓得我的材料够不够，但是就挖嘛，就挖嘛，然后看能不能有剩下的材料，然后我们就尽量把它做成种子啊，像铁种子那些。而且我发现我不知道是这个版本还是全新的版本的样子，我的精华好像再也不会再掉种子出来了。我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懂，就是我们一般在种那个胡萝卜田嘛，那你在种胡萝卜田的时候，那是不是就会有几率性的会掉那个胡萝卜种子，就是多一份给你。但是我目前用到现在，它那个种子好像从来都不会再复制一次给我、欸，就是说你有种子的话，你采收起来永远都只是采收的东西而已，它不会再给你额外有几率的多种子来让你可以继续衍生。你可能一个本来种一个，然后它开始长了，然后就变两个，对不对？你就可以连续种两个，然后一直收。但后来我种到现在没再看到那个什么种子复制过了，对，就没有铁啊、煤矿啊这些都没有多，都是固定那些分量而已。制作组是觉得，哎呦不行啊，这样让他们不断的复制，他们这样子太强了。他们玩到后期基本上都一直种东西。可是你这个模组本身不就是这样做的吗？这个嘛，我们来修改一下好了，然后就变这样了。为什么要修改掉？我不太确定是不是更新，但是就是没有掉过了。Ouch！ 干嘛这样？为什么这样？哦，哎，你这很夸张哎！你攻击力是负极退是不是啊？超用力的哎、欸，什么鬼啊？哈哈，啊不就金高？继续多啊，继续多啊！啊，真的是弓箭手，真是看着就有点讨厌，尤其是当他每次都射得很准的时候。那个愤怒值是，哎、欸，那怎么黑黑的？石油吧，这应该是石。哎、欸，我白目，赶快填起来，赶快填起来，那超麻烦的，黏T T， 黏黏的，恶心。我顺便偷瞄一下我们的电脑，如果要做电脑来储存东西，材料需要哪一些？我就比较不会，等一下就是上去做的时候发现做不出来。有了，控制器需要用到，这是石英吧？然后这个也可以，然后这是副石英矿，就是铁加地狱石英，所以它大部分应该只是需要石英跟铁，对，大部分应该是只是石英跟铁，如果没有看错的话。然后缆线、石英、红石也要哦，红石要多挖一点。然后还有，我们的终端也是用这个晶片嘛，然后荧光粉，然后原始处理器就是用我们的粘着物史莱姆球。哦，哎、欸，奶酪异变化粘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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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异变化？这什么东西？异变精化粘液块，这是什么东西？好恶哦、喔，好像外星生物粘搭搭粘 TT 的东西。我会选择去用史莱姆球啊，而且其实史莱姆球它也可以用奶酪来合成哎、欸，所以哦，我们之前有在月球上挖到奶酪啊，这可以用哎、欸，这可以用哎、欸，哦，好猛哦、喔，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巫术的声音？而且为什么巫师都躲在洞穴里面啊 ？Hello， 你们是没有一个好的家是不是？我在想会不会麦克后期给巫师出，哎呦金矿，巫师出一个类似他们自己有更多的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他们的自己的家。我们原本不是巫师他家就只有那个嘛，那个沼泽，对不对？只有沼泽那一栋小房子而已。那如果说巫师他们也许可以，那是成群结队啊，对不对？然后他们就可能是一种。有 boss 性的，像是那个什么麦块不是有那个掠夺者嘛？啊，掠夺者不是他们都有自己的首领，然后他们还有抓棋子嘛，对不对？我在想会不会我讲完之后他们就开始新增这个东西？如果有的话，表示他们听到新生了之类的。我会觉得这样子会很有趣啊，就类似那种区域性的小 boss 这样，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挑战啊，然后拿到巫女的一些道具。对，有点，我觉得这个麦块本身如果加一点。巫术的东西，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好玩？毕竟它都有附魔这种很酷的机制。如果加点 magic， 应该我觉得不是问题。Sorry bro， 又有等一下，外加一只苦力棒，为什么？来爆！哎、欸，你怎么没被炸死？我还以为它的爆炸威力够让你去投胎之类的。可恶，被暗算了。你们看这边矿物真的超好挖，我背包已经这样了。再重新整理一下，对啊，这真是超好挖的哎！可是我的金背包已经爆满了。我现在挖了多少？这个我们的铁挖超多，然后金矿只有四个，我觉得有点少。我觉得铁跟金，哎呦，痛哎！不是，而且我还吓到，
呜呼，去散你的朋友啊！你们两个不是好朋友吗？哈 ，OK， 哎、欸，这有三只哎、欸，四只，干嘛？你干嘛？走开！自嗨自嗨，全部是自嗨，滚滚滚滚滚，继续快点快点快点！他很讨厌，我跟你讲，他偷你的铅笔盒的铅笔，然后还没还你，我跟你讲，对对对，这我都看在眼里，对，啊、超级小孩子气。哎、欸，对耶，说到那个什么，说到偷东西，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比较介意，就是，像我啦，如果说有同学或者朋友跟我借一支笔啊，就是单纯只是一支笔，然后你可能就觉得，哦，那只是一支笔，可是过了一下下之后，我本来想讲故事，但是后来我家停电，不是，重点是，我刚刚在拍片，然后整个环境突然暗了一下，我不知道，因为现在毕竟都是游戏画面，其实你们感觉不太出来我在想什么。因为刚刚整个家里面的萤幕只是，就是家里的灯只剩下我这个萤幕会亮而已。然后我想说，哎呦完了，我等一下拍片，等一下断掉，哦这边还有个断掉怎么办？哇、哦、好可怕、哦！我要讲什么来着的？哦对了，我要跟你讲说，如果说你们有一个同学，然后跟你借了一支笔啊，你们然后过了个几天几个月，你心里很纠结还有那支笔的存在的话，而且应该说你在看他操作的时候，你已经很明确知道他的那支笔可能已经被他就是搞丢了，而且他已经就是对，然后但是你又不想要撕破脸，这个时候因为他只是一支笔，就很简单的事情。但是我在想，你们会选择跟他说，哎、欸，还来好不好？你那个笔多久没还了？你其实已经感觉得到那支笔应该是回不来。那这种情况，你们还会想要吗？就是还会想要跟他讨那支笔回来吗？还是说哦算了这样子，就是啊、哦、好了，就当作没有看到，然后就不理他。但是也不会因为这一点就去否定掉他整个人啊。就是那种这种小小的事情，就会有点关系到会不会被人家讲说，哎、欸、你很小气，一支笔不见而已，在那边跟人家翻脸什么的。但是。很奇怪啊，这种矛盾点就是那个你们能够接受到多大，它就是一支笔，然后你可能就没什么，可是那感觉就像是，不是啊，就算只是一支笔，你也该要还了，但是要还的这件事情又是我提出口的，到底对不对？感觉上就是还东西的人要回复才对，而不是你自己亲自去跟他提，然后你就会有点不知道你们心里会有这种。有点不舒服，然后有点疙瘩的感觉吗？我自己是会啦，我可能就会选择，啊，算了，这比就比嘛，那不管就算了啊，就这样啊，就我会选择这样，就这样。可是有些人可能就会很执着，就说，哎、欸，不行，就算只是一支笔，也要就是要还，然后也要告知下落。可是你明明就已经很确定那支笔已经被他搞丢了，就是他已经很久没有拿出来用了这样，然后我就哦，干嘛啦？走开啦！在这边讲故事哎、欸，很精彩、欸。这是什么、啊？秘书哦，是秘书水晶矿。我在想，我们也要来找时间，来碰一下我们的秘书。而且，那我今天到底是怎样啊？我们都苦力怕，哇，好痛、啊。哦，对，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然后就是看看你们有各种有没有不一样的意见和不一样的声音，就是想知道说，哎、欸，大部分的人可能都倾向于偏向什么啊？这样子。OK， 矿挖的差不多，我们就先拿这一批先回家烧。对，我背包爆满了，我顺便想要升级一下我的背包容量，它应该是可以再升到钻石。我们就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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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哎，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呦，哈哈，我要在他面前唱完，我不管，活该啦，是不是被黏到脚很不舒服啊？好苦黏哦，我要挖完它，呜呼，我跳，我们来看看，我来看一下我烧的铁究竟会不会帮我复制成两份好了，如果会的话，表示我的推断是对的。现在这边23，然后，哎呦哎，你们看，它变两颗了，22，你们看哦，21，四个了。对不对？我就说它会复制啊，但是就是不确定是什么时候复制，而且这个又没电了。为什么你弄也没电呢？你有什么心声或者是心愿你那个怨念的愿啊？告诉我啊！奇怪，到底有什么好断的？你们看有没有？它一直出现二，然后马上就被抽走了。所以我在想，应该是可以被复制，但是就哪一些可以，我就不晓得了。算了，先把背包的东西矿物多拿出来吧。我们也把一批精华全部拿来转一转好了。这整批都给你转，结晶包包，12345，我的天哪、啊！12345，我的天哪、啊！太贵了吧？背包放这样，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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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金背包，我放上去看一下，有了啦！哎、欸，有了，空间变大了。
更多的精华，我干嘛要挖精华啦？现在看到活化水晶碎片还是精华，都不要挖了，太多了。嗯，我想要顺便来种个石英种子，一二三四五 ，OK， 我这边有刚好做，然后这样子嘛。哎、欸，哦对，石英矿，石英矿，石英要本身也要拿出来。哦，这真的很难点，每次都点错、欸。不是啦，我真的被这个操作给气死了，他每次给我切到旁边的界面去。好，下界石英种子种上去，加油！你们是我最重要的东西，对，负责生产用的最低的东西，对。好，既然我们的材料跟石英，我觉得石英的数量应该是够让我们做一台最小最小最小的电脑了，那我们就先来去旁边，然后扩充一下吧。嘟嘟嘟嘟嘟。OK， 应该没问题吧？好，应该吧。我们就来开始尝试打造我们的第一台最小最小的电脑吧。电脑的制作方式是控制器，然后富石英铁跟高级处理器。这个东西很麻烦，钻石、红石跟一个这个粘着物。粘着物的话可以用我们的，对，用我们那个奶酪，用奶酪块来做。我忘了看那个其他的配方，它还需要糖跟仙人掌绿，所以我们要去沙漠三个，然后再加线，来去月球砍蜘蛛。现在是晚上吗？哟，现在是晚上。蜘蛛 ，Nice to meet you， 我要你的线。Hey，over here，Hi， 不要两个一起飞好吗？有了，拿到线了，我们回家吧。Ow，我要回家。快回家！不要再丢我了。好，回来了。这样的话，有线，有史莱姆球，应该是可以来做最简单的东西。我来做给你们看，做，放进去，拿出来，有了。然后粘着物有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放钻石、放红石跟一个这个。OK， 处理器做完了，再来就是铁跟石英的时代，这应该是我可以自己在这边合吧？有，可以做出一组又另外一批，然后。这个有了嘛，然后中间这个也有了，然后再是泥，机器外壳是石英，再加一块石头，有了，那应该是可以直接做泥了吧？有了，控制器完成，然后我们要多做一点这个管线，所以是红石跟玻璃窗就好，12个应该够。好，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有了控制器以外呢，还需要用到我们延伸出去的储存的地方，终端，对，终端。好。终端也出来了，然后再来，我们需要有了终端嘛，控制器终端，再外加硬盘，这就是我们要数据化的东西，有了。然后还有谁来着的？再来就是应该就是最小的硬碟，我看一下，64K 储存硬碟，用硬碟外壳，然后再搭配上64的晶片，是不是？好贵，好，有了。我就先做16000的啦，我们来配装吧。控制器在中间，然后把这个线缆往右边延伸出去，然后硬这是终端嘛，那终端放上面，然后硬盘放下面，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高级 16K 储存放进去，然后电源放下面这边，然后直接启动。有了，那我应该可以放东西了吧？终端不能放吗？不对。硬盘操纵器为什么？我等一下，我做错了吗？真的，我做错了，是要做这一格才对哦。还呢，这个才对吧？有了，这样应该可以塞东西了吧？有啦，塞进去了啦，终于啊！哦，我们现在里面可以塞的东西只有16000而已，因为我的那个储存磁盘，其实可以再做，但是因为哈，我饼多。比较懒惰，但没关系，至少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储存用的东西哦。Why potato 啊？我把我的马铃薯全部塞进去，终于有多一个箱子可以来塞别的东西了。结果等一下，可能那个什么星际太空站有某些就是类似每个月就是那个叫什么监察员啊飞过来之后，我来看你那个太空站的情况，你哪一栋你的那个电脑里面怎么满满都是马铃薯是怎样？或者是以后那个什么那个有电影，然后就说，这个太空站已经被荒废这样，然后就大家都在那边想说，这要调查一下这个太空站究竟是发生什么事。就说队长，我发现他的电脑里面，请说一堆马铃薯，
就觉得这个人是这个人，这个人一生都在种马铃薯吗？啊，我现在的马铃薯有5184个，我已经种了32%了。哦哟，好啦，我们慢慢的再把往后的东西慢慢塞进去我们的电脑里面哦。但是因为做那个硬碟实在是太麻烦了，我应该会再提早把那个自动合成给它弄出来，不然的话我们每次都要自己弄，真的是太麻烦，就是用电脑来帮我们做东西啦。对对对，好的，那么就这样，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轻松的完成的一集，拜拜。